看到一只蜈蚣立在我眼里都是毛毛虫。那一条马路通往哪里？刚刚有一条嘛，就有一条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记得二子坪好像？不会，不会，没有。啊，各位可以把你的橘子拿。放下啊！橘子吃完再拔。我看一下。很棒，他们还没来啊。后面呢、啊？后面五位姓陈的。哎、欸，你那两位再来，就今天早晨。